今天我在布城湖游船，耶，好开心！布城湖游船是一次特别的船长之旅，每天都开放，游船上人们可以欣赏和享受布城美丽的景色。布城湖游船于2003年，他们有不同类型的船，今天我会介绍三种不同的船。第一，双层船。 斯巴拉和克拉，这些船可以容纳多达120人坐坐，或如果你想用船，可容纳60人。第二，单程船，布里明和道恩，这些船可以容纳多达76人或30人用餐。第三，布拉胡多南沙洋，这艘桨。 这艘船就像一艘传统的木船，可容纳6人，它非常舒适，给人一种怀旧的感觉。在船上，你将看到一些很酷的地方，比如说布特拉大桥、布特拉清真寺、总理办公室、司法宫、布城警察水警总部，还有20多个地方。当你站在船甲板上时，你会感受到。 风掠过你的脸，所以请来乘坐布城湖游船。我相信你会和家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。感谢布城湖游船和 Johan Speaking Academy 提供这个机会，谢谢。Your voice.